贝贝啊，哎，合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不是你这穿什么呀？我平时不也这么穿吗？我是不是跟你说，我以后见客户别穿成这样？我。行了行了，一会儿到了之后少说话，多吃饭，听见没有？哦。走了。张总啊，这次这合作呀，多亏了您呐。我就是看你啊，有我年轻时候的样子，你知道的。找我合作的人能从年头排到年尾了。啊，是是是。张总，这样我敬你一杯，好吧？哎，这个旁边的姑娘，你怎么也不介绍？这位是我的助理贝贝。薇薇，哎，张总你好，张总，好眼光啊！见笑了，见笑了。来来，那个张总，哎，张总，这样，光咱俩喝没有意思。来，薇薇，到哥这儿来，给哥喝一个，来。老板，张总，小屁孩一个，我给你喝。好，江总，我喝。你这就没有意思了。这关键是他。你就可以体谅一下。江总是这样，我也有个妹妹，还单身。我觉得你条件不错，要不我介绍你俩认识认识。我这条件，张总哪配得上您的妹妹啊？是不错哈。哎，江总，你是不是不舍得你这个小助理啊？我可告诉你，合同还没落地呢，我完全可以换一家公司。张总，张总，来来，咱俩喝。这就对了。来，不是，张总，我的助理有几种手气啊？你这合同他也先不签啊？走，不是老板，走。哎呀。老板你傻呀，不就是喝杯酒吗？那我陪他喝就行了呗，那么大项目你说丢就丢了。那合同丢了就丢了呗，合同丢了之后再有下一个。那你呢？你丢了怎么办？但万一张总的命门很好呢？那也没有。小宝贝是来调回公司的吗？林伟啊，吓什么呢？谁你小宝贝儿？你有事啊你啊？马经理，你怎么开老板的车呀？我不开老板车，我送老板回家，我不开老板车。你把他背回家，你背吧。马经理啊，哎，老板，开车。不不，等会儿，老板，等会儿，老板，你就让我回公司上班吧，我错了。想都别想。马经理，帮帮忙，马经理。那老板，你看刘伟这段时间没在公司，那咋胆儿都没了？你给他个机会，给他个机会好吗？行，我问你几个问题，你要是回答对了的话，我就让你回公司。行。人是铁，什么是钢？铁和碳，铁和碳是钢的主要成分。蒸米什么？糕。蒸米糕，有你饿着吃馒头啊。馒头是馒头是主食。你早上饿的话，你吃早点。早点。你晚上饿着啥？你吃晚上。晚宴，没有什么意义。晚宴去哪吃？那是爱情。酒店。快餐店。有人。家妹子。老板，你晚宴去快餐店里面吃啊你啊？老板，别生气，别生气，老板。我提醒你，我提醒你啊。茶余什么后？茶余酒后。家常便什么？家常便当。刘伟来，我推给你了，你给我下车，快下车。不是我，走，赶紧的。怎么了？快滚下去。干嘛呀？怎么？
老板，哎，行，我再给你招一个，不是，老板，不是我说你们啊，一天两天。怎么知道了、啊、不是你们一天天一个的，我就听着又惹老板生气，是不是？天天迟到，一人就200-800去啊！听见没有？你没迟到吗？我站这儿，就你们这样的，我跟你说，我这公司也不用开了啊！靠你们吃罚款，我就飞黄腾达了。一人200-800，你1000，别了吧，老板，别了吧。行，交罚款也可以。那个以前都是你问我问题，今天我们每个人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要答对了，我们该交这罚款，怎么样？行，行吧，啊，行，可以，可以。你们的智商问我问题呢？行行行，来吧，来吧。你先摸吧。猪叔，你上来可以干什么？骂人。你是猪吗？什么问题？你这是？不行。干啥呢？呀，玩上游戏了，怎么着？要罚款就玩游戏？你回答问题呢？问题吧，我问你问题，你肯定答不上，老板。什么东西有五个头，但是人还不觉得奇怪？这难，这个难。你的手指头、脚趾头。哎呀！什么东西？它明明是圆的，但是大家都说它是方的。就和方向盘。快一边去！看我的，笨死了！该我了，老板。那个、你等会儿我，马经理啊，这我问你个问题，行不行？行，你问我也行。看我的啊！话说《西游记》里边哪个角色最厉害？孙悟空。不对，笨死了！我再给你一次机会。那个他师傅菩提老祖，这个厉害吧？哎呀，什么呀？导演和编剧。你啥也不是，电影。老板该我了。那个我为什么吃菜不喜欢加盐？因为你已经很咸了。不是，因为爱你无需多言。无需多言了？那是不是只能靠行动来表示？我情愿比世界更离，也不愿一起面对着你的身影。老板早呀。老板早呀。老板早呀。你等会儿贝贝。啊，什么事儿？老板你干嘛？这在公司呢？怕什么呀，有没有人看着你。给。啊，这你做的？嗯，对呀。你还会做饭？你不会想谋害我吧？说什么呢？这我亲手给你做的，吃去吧。啊哦，黑暗料理。哎呀，刘月饼，恭喜你啊！你要被开除了，知道吧？不是马经理，我还没开始摸鱼呢。小狗蛋儿，我给你做了，你爱吃榴莲，你来吃呀。不是，我去，怎么发到公司群里了？马经理，你就饶了我吧。刘月饼，我跟你说，你敢谈办公室恋情是不是？你等老板开除你吧，你。经理，来，马经理，坐，快快。来，坐，那个吃东西消消气儿。行、啊，吃。当然，老板不在公司，就是我说了算，都是听我的，知不知道？哎呀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有人？什么玩意儿？这么难吃？马经理怎么了？那个他肚子不舒服。那个贝贝，哎，我让你给我买榴莲。哎，在这儿呢，老板。呀啊！你想谋害我是不是？这什么玩意儿？你这么难吃你、啊？你吃这个好吃啊？嗯，这老好吃。那个难吃吗？对呀、啊，老板，不知道哪个糟老头子，今天早上给刘薇薇准备的，可难吃了。这是我亲自给刘薇薇做的早餐，难吃吗？老板，是您亲自做的，我说的，难怪这么好吃，好吃。但是这早餐现在被你吃了，怎么办？老板，罚款，必须罚款。人心。这样，按照公司规定啊，在办公室吃东西，罚款1000，材料费800。另外，这个早餐是我亲自做的，你吃了我很不开心，罚5000。啊！是你老板，我就这样。刘远，现在跟我回去，我给你做一份。啊，那个老板，我不饿，就算了吧。快一点。我真不饿。难吃吗？老板，
有病吧？下个药。老板，我要回家一趟。又回家干嘛呀？老板，五一你让我陪你，我都没回家。那我想我爸妈了，我回家看看他们呀。行，嗯。那我走了，拜拜，拜拜。那啥，老板，你今天忙不忙呀？我不忙。有空啊？有空。那走啊！走啊！走走走。这些都拿上，这些都是补品。不用拿这么多，老板。人家喝了对身体好。哎呀，不用拿这么多呀。我们去看看红酒吧。太多了、啊，那我爸妈他也不爱喝，他不爱喝红酒呀。我不喝红酒啊。啊。嗯。那边有茅台，我们去看茅台。行行行。哎呀。够了，咱们再去那边看看，看看那边还有什么。我们已经买很多了，老板，够了，够了。这确实买的差不多了，要不咱们再去楼上看看衣服，买点衣服。风会落在你身上，我们总会找得到对方。爱里的伤。老板，到了，慢点，慢点，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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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不是你家吗？你不是要回老家吗？哎呀，不回老家，我爸妈来这边了啊！你下把后备箱打开吧。啊，来这边了啊！我先去弄下去。好，老板，哎，啊、放这放这放这就行，我来拿，你回去吧，老板。啊，不是，我不跟你一起上去吗？你跟我上去干啥呀？不是，那你问我有没有空干嘛呀？我问你有没有空，是因为今天实在不好打车，所以我想让你给我送回来。你先回去吧。刘贝贝啊，你在利用吗？是不是啊？什么？你看你说这话多难听，你又没问清楚是不是？哎，你别生气了，是你自己没问清楚的呀。你问我有没有空，我寻思你到爸妈家，是想让我跟你一起去呢。我不管。啊？来都来了。我也去，你去干啥呀？我不管，不是我，这个你拿着，我自己来，我自己，我你别，你上哪儿啊？独自漂泊，赶走了寂寞，转身你在原地等我。